今天我们来参加晋江姊妹的这个聚会。这个保罗在林前十三章十三节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我们从姊妹身上呢，这个三个东西你都可以看见。他一生凭着信心，奔跑属灵的赛程。他把他所享受的爱，传输分享给所有的弟兄姊妹，他的亲人朋友。他这一生也是蛮有盼望的。这个信心来说，他不仅相信基督，他还相信身体基督，他珍赏基督，也保爱身体的生活。过去我们中视这个中壮年追求岐山是最远的，是来的最早的。王弟兄开车也在的晋江姊妹还有其他弟兄姊妹是最早到的。你看他这一生呢，就追求主啊，是不漏人后的。他的信，我们讲他相信身体基督，吸取身体的丰富。每年我们高雄参加这个壮年班的训练啊，都有相当人数。有一年呢，因为这个 COVID-19 人特别少啊，高雄几乎要挂零了，像没有人报名了。哎呀，我们只有祷告了。怎么跑出一个亮亮出来了？打过我们的鸭蛋，亮亮报名，还有一两位报名。哎呀，幕后功臣就是晋江了，你老母亲了。鼓励他去参加壮年班。那亮亮是谁啊？原来是晋江的女儿。哇，你看看他去这个壮年班啊，大改变，大改变。这个就是他相信基督，而且相信身体基督了。相信身体的力量可以改变变化我们这个。讲到这个爱啊，那我想弟兄姊妹太多的见证。最近我们读这个冬季的这个训练啊，刚才我们讲就是说这个石榴树啊，我看晋江姊妹啊，她在美地里面经营不少啊，不只是享受这个石榴树啊，小麦、大麦啊，挖果树啊，还有包括这个葡萄树，我看她吃了不少。她说没有吃那么多啊，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爱从她身上流露出来。那真的是因着爱主啊，享受了包容万有的基督。这个我姊妹给他写了几句怀念他的话，我们刚才他们讲嘛，他常常碰到我们说，朱阿亮那么屌，朱阿亮屌屌啊。我姊妹说，陈妈，薛妈，我们想念你，把主抱紧紧。这是薛妈大病初愈啊，直到我刚诊断出没有平衡感，容易跌倒，不良于行之后，看到我说的第一句话。那是我跟薛妈初次的见面。薛妈常说我们是无视主的人，所以对我们极尽的关心，除了送我们诺丽果粉要我们保养身体以外，每年必送我们他自己腌制的白玉萝卜泡菜，还不时邀请我们去他家坐坐，让我们去有特别的，带我们去有特色的餐厅吃饭，因为他要替主耶稣照顾我们。看看这么一个人啊，他的生活行动都是在美地里面。我们愿意跟随我们薛妈
金江姊妹在地上将来凭信心来走信心的路，在美地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，我们爱主爱弟兄姊妹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福音朋友，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愿主祝福宣发他们的家族，一代比一代强啊，一代比一代更爱主，爱基督的身体，爱身体基督，所以祝福我们。